你给我看一下这个紧急联系人啊，什么意思呀？这个你就添一个比较亲密的人就可以了嘛，啊？添我就可以。啊？毕竟我们两个天天在一起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先填啊。这个与紧急联系人关系，朋友吧，朋友是最适合。哎，廖不金，咋啦？这么多可以选，你就选了个朋友啊？那其他你们有没有情侣呀？哎呀，不是碧罗咋了呀你？哎，你不要叫我碧罗啊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你选的，不要叫他亲。碧罗就亲密了，我想着他不就是个外号嘛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在家里面穿这么好看干嘛去啊？你这么弯顺干嘛？生气了啊？不要碰我，朋友之间应该保持一点距哎呀，没必要嘛，啊？是不是有点过分呀？你一个人吃这么……哎，你别坐这儿，让别人误会了可不好呀，朋友。你还怕别人误会？你穿着我给你买的衣服呢？咋了？多少钱呢？我 A 给你。那倒不用，这件衣服乐听的，才200多块钱，这么实惠，那 A 太过分了，我也。这有什么过分的呀？朋友之间就应该 AA 呀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呢？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啊？我是不是啊？我生气。你不要。好的哥。啊。想买一件，能问一下啊？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你直接把链接发给我，可以吗？啊，加微信可以呀。干嘛呀，廖不姐？咋了，吴朋友？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我找你来。哎，廖不姐，干嘛？链接发给他之后马上删了。我把他删了干嘛呀？吴朋友，你很过分，你管我这么多，别人那么好看，对不对？那好看什么？他穿个吊带就要好看了。对呀。不不不，碧罗啊，我洗澡去了啊。嗯，你去吧。嗯。干嘛呢？啊，女朋友的小心思。干嘛呢？你怎么洗澡不脱衣服啊？我这不是怕某些人来偷看吗？谁要偷看啊？Later。哎，你就这么想看吗？你们还自己家不看一下？那你进来呗。谁要进去啊？我看的是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我在脱衣服，正准备洗呢。哦，那你继续啊！我是想问问你给我买的这个是什么？啊？你后边说嘛，没关系。这个理由也太烂了吧！哎，不是姑奶奶，上面写的很清楚吧？经常熬夜嘛，这个可以给你皮肤补充营养的。行，不是，哎，你就两个字，好喝就没了。我觉得你不是想喝这个，你就是想跟我一起，对吧？走嘛，那就一起呗。哎呀，怕什么嘛？你不是要一起了吗？哎，小样，就嘴上说的厉害。我有一个想法，碧罗，我没有带衣服进来，我出来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我已经出来了。干嘛呀？你怎么突然把眼睛捂上了？你不是想看的吗？我开玩笑，你不冷啊？我不冷啊，那可以贴贴了吗？我给你离我远一点，你就要近一点。哎，你别逼我，怎么看？我逼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就逼你了，我就逼。你睁呀，你睁呀。咋了？失望了。没有。当女朋友发现我的私房钱，干嘛呀？你放我手机？你还这么多家里面空白照片干什么呀？我记录生活，咋了？咋了？来，廖不姐，你给我说说，你这是什么？核桃呀，我补脑子用不行吗？不是你干嘛呀？哇！哇，现在商家都这么有钱吗？做这样的活动，基本不全是吧？哦，你没穿光挺硬，你自己动手还是我动手啊？对不起，哎，我自己动就行。过年速点，快点。哦，那可以用你啊，对不起，继续啊，没了吗？没了呀。有没有？没了，真没了。信你，
下个地方啊，还有希望。你挺会藏啊，廖不见啊。哎呀，这不是喜欢的时候得脚气吗？这是你的袜子啊。你没有脚气啊。接下来就真的有点惨不忍睹了。哎呀，碧罗，你别看了嘛，真没了，我所有的都在这儿了。这电冰箱什么意思呢？这应该是我当时试拍的时候拍的。哦，对，手机给我拿着。咋了？啊？干嘛？我站在这儿想啊，什么时候想到没电了，再给我坐下。我不，我就要坐下，怎么了嘛？今天不要想上床。哎呀，碧罗，我不上床给你暖床，你肯定睡不着呀，是不是嘛？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咋了？我真的没了。你干嘛呀？垮这个脸啊？还好意思问呢？我用你的手机就刷了几个视频。嚯，好家伙，我以为软件出了什么自动去上衣的 bug。 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看着那些男的是没有衣服穿吗？大冬天的。哎，要不要我捐几件衣服给他们呀？也可以呀。人家也没干嘛呀。还没干嘛？什么呀？你再说一遍，乔碧罗。哎，我现在很有理由怀疑你精神出轨，乔碧罗，很严肃这个问题。是真的。什么呀？啊！哎，我错了。啊！就说我不相信你没有看过美女。我没有。哎，我难得天花板怎么会看那些东西？看着。怎么了吗？有问题吗？它后面的桶什么颜色？粉色。嗯、对不对？有问题没？你现在还不给我滚回去，我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。就这还想跟我斗？世俗通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当女友生气时，故意不哄她。干嘛？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听见了。哦，那就行啊。干嘛？哎，哪儿去啊？不是看电视了吗？哎。不是你咋又干嘛？你挡我电视干嘛？别精彩的电干嘛呀？别挡我电视吧。谁挡电视？我拿东西。干嘛呀，碧罗？还不理我呢咋？你挑衣服干嘛？要出去啊？怎么出来呢？你喝酒，这小哥哥玩，我要家里面没人哭。哎，干嘛呀？出去了，换衣服。你换呗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啊，好，我出去行不行？我出去。哎，你真要出去啊？废话。哎，碧罗，碧罗。干嘛？不是啊，你过来坐着。说道歉。啊，不是。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你打我干嘛？不是，你哪儿去啊？我带你上分呀。什么？我带你上分。哎呀，咋了嘛？我逗你玩了嘛？你不要生气。好玩吗？好了，我错了。哎呀，不哭，我错了。你下次不能早点哄我嘛，明明人家那么好哄。好了，我下次一定了，我下次。你还要哄我？好了，我错了。哎呀。